定要把它交给人类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是被冤枉的。除了大白鲨以外，鲨鱼家族还有谁？这位看到的这个鲨鱼呢，它称为金鲨，是全世界上最大的鲨鱼。本周五下午5:30，请锁定主角妙博士，一起解开鲨鱼的秘密，为他们洗刷冤屈。